感谢市民朋友给我机会，让我可以通过这一次的议员选举来担任市议员这份工作。当选才是责任的开始，未来违建呢会以法律的专业来监督市政，也恳请呢各位乡亲朋友呢，以后要找违建服务呢，千万不要说拜托违建，只要说违建你过来帮我服务，我会很认真很努力的帮大家来做服务。谢谢大家。